叫罗子晴，今年八岁。我中意粤剧系因为可以表演。我叫何子颖，今年六岁。我好中意化妆，嗰种感觉好得意啊！我中意粤剧，同埋觉得粤剧好前途。呢只系孔雀。我开头咧去预备表演，但就即系就嚟表演，我都会好紧张嘅。但系即刻表演出到台上，我就好开心。你第时想做啲咩啊？我想做老师。你咧？老师咧？咁啱都系老师啊？系啊。